待好，我那崔弟，崔弟又来了。崔弟呢，刚才去买菜了，买了点这个姜、茄子，豆角，这个还有番茄。中午的话呢，就蒸这个卤面了。刚才呢，到媳妇那儿把这个电饭锅呢也拿过来了，熬这个稀饭。嗯，这个丈母娘呢，这两天也不抬劲了，嗯，回家了。嗯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和我妈呢都来了快一星期了，这不能老是指望这个丈母娘来照顾媳妇儿，这样就不老得劲了。嗯，我和我妈该下厨做饭了，也得准备一些美味的佳肴，是吧？把媳妇儿呢照顾好，媳妇儿呢现在呢是，正需要增加营养的时候吧。嗯，就这意思吧。嗯，这是崔弟的小垫垫。嗯，听到这儿的话，这个树底下它也凉快，不容易被晒啊。嗯，这也是崔弟的固定资产啊。呵呵呵，那你们咋办？卤面，蒸卤面。媳妇想吃卤面了。我妈蒸卤面还是可以的。今天中午我配合你，把饭做好，让媳妇尝尝你亲自做的卤面。我相信俺妈做了饭绝对是没问题，把咱在老家做饭的那个水平给它展现出来。不是，你先放卤面呗。昨天咋滚了？都滚下再放啊。正常不是直接放吗？放了再直接蒸就行了吗？水开了，应该是开了。感觉这个面条有点粗，没有我们老家那个蒸的卤面条细。哇，一锅都给它蒸完了。第一锅，倒油。倒入肉丝，放入豆角，上盐。OK， 加入十三香，麻油，火关了，我就关上了。下边的火关了，哎呀，我亲妈嘞！这个酱油长得有点少啊，这看着怎么都不红呢？我说我再长点酱油了，你也不让长。哎呀，你这看着这。这现在涨也已经晚了。我说我按酒店的做法做吧，你还不满意？这你弄这白不急了，人家这媳妇一看都没食欲，这营养跟不上咋弄啊？哎，好了，卤面拌过了，直接再蒸一遍就 OK 了，慢点慢点啊。
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，大沟远问路都可香，香味已经扑入鼻子了。好辣，茄子，茄子卤面。茄子都炒成黑的了。不是，这茄子长的是生抽，生抽，啊，这个卤面吃肉怎么样？咸。有点咸是吧？嗯。大米汤马上就好，啊，咸的话一会儿喝点大米汤马上就好啊。吃呗。吃呗，一。我俩小时整这卤面，你看能就吃了一点。吃，点儿，吃。我吃好了。咱吃的。不吃了。给崔哥三分薄面不行吗？再吃点。吃饱了我再吃点。嗯，嗯，这卤面可以啊，评价一下。咸呐。卤面有点咸是吧？嗯。做饭少放点盐，吃盐多了不好。这个卤面主要是当时长老抽的时候拿错了，拿成生抽了，长得有点多了，现在有点咸。其实这个料长得都是非常的匀称。下次注意。这个黄瓜呢？黄瓜怎么样？黄瓜不咸。茄子呢？茄子也不咸，但是太黑了，我吃不下去。你看你这茄子炒的，你真把茄子炒成茄子了。你看你这茄子炒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小白都不想吃，真的。俺俩都没叨你这茄子，你这茄子真的。再顶的烧菜呢，再顶的。我要问嘛，烧菜烧菜再顶的。吃嘛，吃呗。啥意思嘛？这是这好不容易弄成了都不吃，这大米汤好喝是不是？不喝，你这大米汤熬的这，你看你这是啥嘛？这一清二白的。不是，这咱吃的是干的嘛？大米汤要稀一点嘛。这就是它断的瓜呢，这做出的瓜呢。我跟你说，稀饭最少得熬一个小时以上，你知道吧？放点绿豆，最起码熬两个小时。你做饭的顺序都不对，你做面之前你就把稀饭给它熬上，知道不？哪有面都做好了你才开始熬稀饭的？人饭都吃完了，你稀饭端上来了。敢在家过年做桌，稀饭都是最后喝，先吃硬菜。我是按俺在老家那个做桌那个顺序做的。你拉倒吧，你蒙谁呢？谁做桌喝稀饭呢？吃了，我吃饱了。那行，那就多了不说，少了不浪费，那就吃饭了。今天这顿饭主要是做了不老成功。你哪顿饭做成功过？以后的话会再接再厉。小飞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再见，再见。嗯。